有商人要入海取宝，啊，为了要求金银等宝啊，他们还入一大海，如沉船啊，坐着船进入大海里去，啊，到海里有一种危险，就是怕这个大风、狂风吹来。发生危险啊，所以经文说假使黑风吹起船房，假使假定啊，假定使令由这个怪风来吹它啊，所以这个假使啊也不是一定会有了，万一碰到啊，假使万一碰到黑风你们看过风的乌乌吗？哦，风为什么会黑呢？这个黑风啊，不是说风的颜色，不是说风的颜色啊，不是说风的乌乌啦，哦，这是说黑风啊，黑是一种凶恶的征兆，就是怪风，怪风，海里有一些怪风啊，甚至他们还说是鬼风呢，那怪风好像螺旋风，风叫做黑，显示很可怕，可怖之神呐，可怕，这个意思是这个怪风一吹啊，乌天暗地，这个怪风一吹来的时候，日光都没了，都是黑洞洞的。是当时的那一种的自然界的情况啊，都是变黑了，很可怕的情况。风并没有颜色，但是这种的凶猛的怪风吹来啊，突然之间大地黑暗，那么吹到船，就是商人坐的船啦，求宝的人坐的船啦，船房的那个房子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啊，两条船把它合并起来，连环合并起来，叫做房。房是两只木船把它连起来并入啊，在海里走，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平稳一点呢，是两只船并起来的，那个叫做房，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啊，小船叫做船，大船叫做方，方是大船，就是比较大的船啦，实际上在古代还是木船啦，还是那个帆船啦，靠着这个帆布啊挂起来跟着风向走的那一种船，所以总而言之，船房就是大小船，或者是两个船并起来走，如果被这个怪风，很可怕的风吹你的船，把这个商人财宝的船吹到哪里去啊？飘堕罗刹鬼国，飘堕罗刹鬼国就是被这个恶风一吹啊，吹到这个小岛上，吹到小岛的地方，这个小岛没有人住，没有人住，什么东西住啊？罗刹，罗刹住在这个小岛上，所以叫做鬼国，因为都是罗刹鬼住的地方了，罗刹鬼住的小岛了，所以称它叫做罗刹鬼国。罗刹就是吃人的鬼，也就是可畏鬼，看起来可怕，实际上啊，罗刹他有小神通，会变化的，他会变跟人一样，跟人完全相同，甚至他会变成美女啊，引诱那些商人哦，到了他那个小岛鬼岛去啊，他就把他引诱上岸，然后啊，把那些商人把他当作点心啊，一个一个慢慢吃哦，那吃都是先把它笼醉啦，想办法把它笼迷糊啦，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吃下去，
那么所以飘到这个罗刹鬼国去啊，并不是由上至下堕落啊，而是到了那个地方有生命危险呢、啊、好像啊从上掉到下面去那种情况啊相同啊，所以叫做飘堕。被这个怪风一吹，在海里飘到这个罗刹住的那个鬼国去，危险呐、啊！这个时候最危险了啊！假如不晓得念观世音菩萨，恐怕就会没有命啊，会给罗刹做点心啊。那么这个百千万人当中，那些要取宝的人，不管他有多少人，其中若有乃至一人，乃至超略词了。假如船里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救度众生的寻声救苦的大悲心，多学佛，都信佛，都学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门，那当然更好啊。那么如果没有全部的人都能这样做，一半也好啊，一半没有，三分之一也好，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百千万分之一，所以乃至一人，其中说最少最少乃至在这个百千人当中有一个人修观世音菩萨法门，知道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啊，其他没有办法啦，现在只有靠观世音菩萨啦，只有其中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学佛，一个人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其他的都不懂，可是由他一个人就救了整个船上人，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这个人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则就是一住持了，这个人晓得称观世音菩萨的专一起心念观世音菩萨，求菩萨来救度来免难，四住人的皆的解脱罗刹之难，这个功力就够大了。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整个船上的人通通都得救都得解脱免至遭到罗刹的也危险的恶难。一个人念菩萨圣号，整个船上人都得救这就显示菩萨的感应广大无边他的大慈大悲的这个大悲愿力广能普被一切苦恼众生，不但救一人，整个船上人都得救所以说叫做皆得解脱，皆通通啊隆重，整个船上的人由他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通通都得救了，免得遭难在罗刹鬼难里面。为什么一个人念能够救度大家呢？有两种原因。其他的人虽然这个时候没有念观世音菩萨，毕竟他在过去多生呐、跟菩萨结下缘了，有缘的，与菩萨有缘的，佛度有缘人呐、同船里面有一个人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其他的人当时虽然没有念都得救，那是因为这些人过去生与菩萨都有结缘，因为佛法讲因果呢如是因如是果，他如果过去与菩萨没有结下深故的善因，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得救啊？那么那个人念观世音菩萨是他得救的助缘得救之后，这些人以后都会好好的修学观世音菩萨法门了，而显示他过去是跟菩萨必定有结了很深的缘故，所以今天纵然当时没有念，只有一个人念救到大家了，这是如是因如是果，必定得救，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啊，显示菩萨的悲心广被一切众生，菩萨他没有分别了，他不会说你念我我就救你，你不念我我就不理你，没有这个事情的，只要有办法度的通通都要度，除掉没有办法度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因缘不是菩萨不度，而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度那么在当时菩萨为什么连那些没有念的都得度啊？因为他是同船嘛，同船啊，假如你要救一个人，这个人你要救他，那其他的如果你不救他的话，这个人没有办法把他提到其他的地方去啊，因为到罗刹鬼国嘛，
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又坐船了。假如你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的人不得救的话，船谁开呀？啊，那怎么样子才能够走这个地方啊？所以为了要救一个人，那么其他的人要帮助他救，如果其他的人不得救的话，你单救他也没有用，他把他到哪里去啊？他是个凡夫啊，周围都是大海，那么其他的人不得救的话，他就走不了啊，你救他也走不了啊。所以有这个原因，为了要救这个人，其他的人要帮助使他这个人得到解脱，必定要整个救，不能救一个人，那么有这个缘故，菩萨的大悲心它是平等普度的。可是这个时候，纵然有一个人称念，为了要救这个人，而这些人通通都要使他得救。假如他过去的善根不够深厚，不会完全没有，不够深厚，他得救之后，这些人都会发心，都会发大心的啊。那么所以下文就总结说，于是因缘名观世音。你读佛经要会读啊，要懂得读的方法。清难里面每一难最后的结文应当都要有这两句，例如前面的火难，深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为神力故，这个为神力故下面应当也可以加上这两句，于是因缘名观世音。水难，称其名号即得浅出，下面应当也可以加上这两句，于是因缘名观世音。乃至后文刀杖难等，到了最后而得解脱，也可以加上于是因缘名观世音。这两句清难里面每一难后文呐，最后都可以加上这两句。他为什么只在这个地方加，而前后六难都没有加上这两句呢？你看他一个人称名，整个传人的百千万人都得救，都得解脱，这就显示菩萨的伟大神通广大呀，慈悲心的广备呀，显示在这个地方来说明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叫做观世音的因缘更为显明啊，更为显明。一人称名，多人得度，有这个因缘，寻声救苦的道理更为显明呐。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上这两句，而这两句是通前通后，通前面的火难水难，还有前面的总义也有这两句，后边的刀杖难乃至怨贼难，通通都有这两句。但是在这个地方放这两句，前后不用。原因就是表示菩萨的大悲心，一人称念，多人得度，有这个因缘，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的原因了。这于是因缘，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啊。这是约四十，在文字上消文啊。其次引四证，四十证明。事实证明到大海里取宝相同的情况是不容易找到了，因为在佛法传到中国，我们中国人也不像他们印度人这个成群结队到大海里取宝，比较少有这种情况啊。古代有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少看到，那么因此这个在中国的这种的这个感应里面呢，只能看作在大海里，船在大海里得到免难的那种事实啊，就是跟这个得解脱罗刹之难的情况就可以看作相同的了。现在举一个清朝初年的事实证明，清朝的康熙年间，康熙二年顺治下来就是康熙了，清朝初年。康熙二年呢，就西晋的1663，距离现在三百几十年前啊。安徽大陆的安徽呀，安徽附近啊有个河流很大，
平常都是靠船呢、啊、来运载这个物品啊或者是人的交通啊、有一天有一个老修行啊，在那个安徽这个河流旁边有一个小山，那个山叫做小孤山，孤啊，孤独的孤啊。那个小孤山上有一个老修行啊，在哪里打坐用功啊。有一天晚上到半夜啊，这个老修行在打坐的时候啊，听到山神，有小孤山上的山神啊，告诉那些小鬼，告诉那个小鬼说，你们啊，明天河流里有两条船来，你把我拉下来，不能让他上岸啊、那么这个老修行听到这个话，他是在定境里听到的了，哎，有这么回事啊、他听到之后啊，他记在心里，明天看看情况。哎，果然第二天的将要到中午的时候啊，对岸慢慢有两条船呢、啊、开得来了，开得来啊、那么这个两只船由对岸要到这边小孤山下来，到了这个河流的正中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刮起大风天地都黑了，而这个船呢、啊、好几次都要倒下去，要沉下去的样子啊，歪歪斜斜的在开，可是很奇怪的，后来他没有沉下去，没有沉下去，这个船后来慢慢又平安了，开到这个小孤山下来了，开到小孤山下，那很危险的，到了山下已经天黑了，天黑，那么这个船就系在那个山崖呀过夜啊、那么在过夜的时候啊，到了半夜啊，那个老修行在山上又听到那个山神啊对那些小鬼责备他们了啊，那山神对那些他管辖的那个小鬼说，我叫你把那个船拉下来，你为什么不拉下来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那些小鬼就对那个山神说呀，他说我是去拉了，我一动手去拉呀，我发现那个船头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站在哪里，船上有观世音菩萨啊，金光灿烂，我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进啊，我起初是在船尾我拉了一下，可是这一拉前面的观世音菩萨放光了，光明很大呀我就眼睛睁不开，我不能拉，不是我不拉，而是没有办法拉它了，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光明很大，我眼睛睁不开，没有办法拉了，所以不是我不拉，而是没有办法拉，因为船上有观世音菩萨站在那边。哎，那么这个三神也没话讲了，这个老修行听到这个话呀，他又求证了，求证昨天这个事实，为什么船上有观世音菩萨。等到天亮之后，因为这个船是停在这个山底下吗，小孤山的山下呀啊，因为很危险的，过了这个灾难啊，没有沉船，到了山底下，他们在那里啊过夜啊，当然是很累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这老修行就下山了，下山去问那两条船啊，是在盐的盐船呢、啊、卖盐的商人啊，在船里面载的都是盐啊。那么他到这个船里面呢、啊、他不说那个他听到了那些事实情况了，他就问他们这个船上的人说，你们船上是不是有人拜观世音菩萨？他说没有啊，我们出外也不方便供菩萨的像，在船里面不敢供啊，没有啊。他说没有，你里面有没有人修观世音菩萨法门？他说没有啊。问来问去，有一个那个把舵的啊，就是管这个帆船的把舵的，这个等于是司机吧啊。问到这个人啊，是我。你怎么修持的？他说我没有啊，我吃观音斋。观音斋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圣诞那一天，2月19、6月19。9月19也有说是369，那一天不杀生不吃肉持斋，我恭敬观世音菩萨，那一天我吃观音斋啊。那么平常时多少也念观世音菩萨，但是并没有专修。哦，原来就是因为他吃观音斋啊，这个船就得救了。
啊、嗯，可见这个菩萨的大慈大悲，他只是持一个观音斋，嗯，有这个功德，啊、嗯，菩萨就要救他，啊、嗯，那么冥冥中得到感应，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嗯，他说你昨天经过危险，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很危险呐、啊，很危险呐、啊。啊、但是我拉着船了、啊、结果也没有沉下去，我就很平安的过来了，我也感谢这个菩萨的加倍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可见他平常是支持观音斋啊，那么这个有心无心的多少念一点，结果也是得到感应，而且当时的感应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啊，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感应有四种啊，这叫做敏感显应，敏感显应啊，不是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的四种吗？这就是冥冥中的修行啊，感动到菩萨很显明的来救他，他自己没有看到，那些鬼神都看到船上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站在哪里啊，放大光明，嗯，所以可见。由这个事实证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碰到什么灾难啊，假如你能专一起心持念观世音菩萨，当然平常修持的功夫更是重要，他平常就持观音斋啊，由平常持观音斋，这就很少的这么一点点功夫啊，就能得到他解救他的这个生命危险的灾难。如果你能够发心每天受持普门品啊，随分随力念多少观世音菩萨，必定会啊这个免除各种的灾难的啊。那么无论你坐车、上飞机、坐船，我们学佛的人都要学习菩萨啊大慈悲心。你一个人能够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在船上啊、车上啊、或者是飞机上能好好的心里默念啊、菩萨的圣号啊、可以出生的时候小声念都可以的，你肯好好的念呢、啊、一人能救众人呢、啊、这个车子上这个船上如果有你一个人修持观音法门，万一遭到灾难呢，整个车上整个船上的人通通靠你而得救啊，所以有些游览的人呢、啊、他喜欢找一个出家人坐在前面呢、啊、他做什么啊、因为他有修行啊，可以把他当作先锋啊，挡箭牌啊，免得遭到灾难。我就碰到几次啊，我从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有些信徒他要去游览到什么地方去游览，他就把我啊请得去啊，实际上他是把我抓去挡箭牌啊，叫我坐在最前面，每一次都叫我坐在最前面，坐在最前面做什么？万一有箭来，我先承担呐、啊。他是用这种功夫啊啊。那么，不过我有几次带着这些人去游览呐、啊，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发现就是了啊，也很平安的。那这可以说是敏感敏应吧，我也没有好好修行啊。所以这个只要你肯发心啊，菩萨随时都有感应。我从前呢、啊、听过这个基隆海会寺的道元老法师，他曾讲过，他说他平常坐车子啊，他一上车就要先念21遍的大悲咒，他凡是上车，不管是长途、中途、短途，一上到车上啊，他就念这个大悲咒，必定要念21遍，念大悲咒，他这个意思就是一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免除灾难啊、一方面呢仗菩萨的伟神加倍也大家都得到这个修善断恶的功能，所以这就是在普门品的法门里面呢，您能够随时随地处处学习菩萨啊、一人能救众人啊、能影响到整个船上啊，大家都得救啊，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呢，时时要为众生着想，不是单为自己的啊，当然自己也会免难了啊，那么您自己免难也使大家免难
所以不管你是坐车、坐船、坐飞机，不要忘掉观世音菩萨。上面是引四证，这个事情如果要引证的话，很多很多，啊，我只引这一条故事来证明就可以了。下面是越观世，越观世就越这个风难来解释了。因为这个罗刹是恶鬼，可以并在后边的第五恶鬼难里面做观世，这里只是越风难由的风啊来做修观的解释。那么风也有果报风、恶业风、烦恼风。先说果报风，果报风啊就是三界内的众生过去所造的恶业共业所感，会有遭到这个严重的风难的果报。前面说过，这个世界交到坏劫的时候，七番佛一番水啊，第一到第七次的坏劫都是火烧初禅，第八次水浸二禅。那么这样子啊，很有规律的，按照聚色论里面讲，很有规律的，气火一水，气火一水，这样子经过第七次的水难，第七次的水灾，水浸二禅，啊，气火一水，气火一水，这样子一直算下去啊，水有七次，火有七七四十九次，第七次的水浸二禅之后，再。坏劫的时候，第一次火，第二火，一直到第七火，到第八次啊，那就是风吹三禅，风吹三禅，七火一水，七水一风，你记得这个名词，七火一水，七水一风，七次水难，这个水浸二禅。七次水浸二禅之后，到第八次该水的时间呢，就是风灾了，风更严重，风吹三禅，这种很凶猛的怪风啊，把这个世界吹成微尘，一直把欲界整个吹坏，吹成微尘，变成虚空，再往上吹，吹初禅，吹二禅，一直到三禅呢、啊。整个把它吹坏掉，啊，所以这个世界火烧初禅，水浸二禅，风吹三禅，三禅上至有风灾。三禅为什么会有风灾啊？按照经论里面的说明啊，三禅天的天人呐、啊，他还要有福气。还有福气，还要靠这个福气进出来维持他的世界的身体的生命，超过三禅再往上到第四禅呢、啊，就不用福气了，没有福气了，没有福气就没有风啊，但是他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呀、啊，这个福气的功夫啊，就整个身体的毛孔里面出来，在毛孔里进出。这个风伏羲原来伏羲的鼻子的伏羲的作用啊，到了第四禅不用了，就靠这个整个身体的毛孔啊，全身的毛孔啊就是伏羲的地方啊，不用鼻子这样子伏羲，没有风的现象啊，整个人呢、啊、他这个身体上的毛孔就会有自然的新陈代谢。因为三禅还有微弱的伏羲，就是显示还有风，所以三禅有风灾，古代有这么一首句颂啊，说六欲诸天俱五衰，五衰衰相啊，六欲诸天俱五衰，三禅上至有风灾，纵然修道非非祥，不若西方下品僧。这修念佛法门的古德有这么一首句颂，六欲天升天好吗？欲界天有五衰相现，五衰相现就是天的寿命尽了，要堕落了啊！所以六欲天没什么好处，
有五岁像。那么十九天好吧，十九天火烧初禅，水浸二禅，三禅上至有风灾。三禅交到世界化一劫，其火一水，其水一风，还要遭受到风灾来吹坏三禅。升到三禅天有什么用啊？还有风灾。那么再往上好了，第四禅一直到五色界灰响灰灰响出天，好不好啊？啊，纵然修到灰灰响灰灰响，灰灰响天的寿命八万四千大劫，可是满了还要堕落，像佛似的玉陀难伏啊，升到灰灰响天，将来八万四千大劫的禅定功夫满了，又要堕落，堕落在这个世间呢，在遇见还做这个畜生道的非离之身啊。那么由此可以见的，这个三界内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不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这不如西方下品生。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呀？因为到了极乐世界三灾都免了，没有三灾啊。纵然莲花开得慢一点呢，迟早总会有莲花开的时候。因此之故，净土宗修念佛法门的祖师啊，做了这么一首偈颂啊，六欲诸天俱五随，三禅上至有风灾，纵然修道灰灰响，不若西方下品僧。给这个修念佛法门的人很好的啊鞭策啊，做精进功夫的警策的作用啊，是很好的。果报风。风吹三禅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都有风灾。人道，例如我们台湾的台风，这是经常有的风灾啊。那么过去差不多一年总会最起码有一次，就是今年免了，他不想来了啊。那么没有风灾很好，可是不下雨就不好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六道众生风灾的苦难，用不着一细说啊，我经里面呢还有很多比方啊，比方这个果报风的啊，是由恶业风烦恼风来的。所以华严经有这么一个句子，嫌恨猛风吹醉心火，常令直燃，吹诸心伤人，堕落恶道，是人道善薄，即无漏甚财。这是就一华严经的句子啊。他说世间上的众生遭到这个嫌恨啊猛风，嫌即嫌呐，这是烦恼之一呢，彼此嫌恨，恨就是嗔恨心的啊，这个同类的啊，这个恶业啊，这个好像风一样啊，好像风来吹一样，吹众生造罪业，吹罪心火。心啊，是那个财心的心。比方这个嫌恨恶业的猛风，吹着造业造罪的这个财心之火啊，那么使他严重的常令直燃，就造业没有停止啊。那么吹这个世间修行的诸心伤人，商业的人想要取宝，比方修行的人呢想要求七圣财啊。那么如果没有好好的对治烦恼啊，就会造了恶业，造了恶业就堕了恶道啊，失掉人道的善宝。人道的善宝就是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是人道的善宝。如果你失掉了，被恶业风所吹啊，吹失了，结果就造到罪业，堕落在三恶道，就失去人道的善宝。那么要出世间吗？要修无漏甚财，漏是比烦恼，无漏是没有烦恼。要证到出世间的圣果呀，要修七圣财。那么这个七圣财的功德被吹失了，好像烦恼风把这个无漏圣财吹失了啊。所以恶业风就吹坏五戒十善的船房啊，就堕落三恶道，鬼锅，鬼锅就比三恶道啊。烦恼风吹这个三圣修行的人，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修行的人啊，
那么山上修行的人呢，都在这个三界苦海里呀，采七圣财的果啊，采七圣财的这个法宝。嗯，采这个七圣财的法宝的时候，被这个欧夜风所一吹啊，结果啊失去圣财啊，因为被这个见爱烦恼所吹动啊啊，那么飘到见爱罗刹鬼怪里面去，被罗刹所害，就是失去了这个七圣财的善宝了。七圣财七种求得圣果的修行方法，好像财宝一样，拿财宝来比方是什么呢？第一，信财，信心的信啊，信财。第二，精进财。第三，戒财，持戒的戒。第四，文财，多文啊，多文，博学多文的文财。第五，舍财啊，能布施施舍的舍，舍财。第六，慧财，智慧的慧啊，求智慧的慧财。第七，惭愧财啊，有惭愧了，就是两种的善心所，这个叫做七圣财。如果你有怀疑的心，疑风，怀疑的疑，疑风吹是信财。你心里对佛法如果有怀疑的话，那就这个怀疑的风啊，就把你的信心之财啊吹失了啊。懈怠风吹是精进财啊，懈怠如风啊，懒惰懈怠啊，好像风一样，就把你的精进财吹失了啊！想要早一点起来拜佛嘛？哎呦，很冷呐、啊，我多睡一会嘛。这个懈怠风一吹啊，就爬不起来了，结果就失掉这个精进财。诸恶风吹坏持戒财，持戒度诸恶啊。那么因为造种种恶业，就破坏这个持戒的功能。诸恶风吹坏持戒财，骄慢风吹是多闻财，博学多闻呐、啊，要多闻，要学法，要修学佛法，要不耻下问，要肯问呐、啊，肯学呀、啊，要谦虚呀、啊，所以我慢高山呐、啊，法水不入，啊、骄慢就正好吹是你的多闻。多闻的功德的法财，假如你不肯谦虚一下问，怎么能够得到功德法财啊？怎么能够得到学问呢、啊？怎么得到修行啊？啊，所以凡是要问法，都要恭敬、谦虚，不能随便哦。我上次讲的啊、哦，那有字不认识，你要问人呐、啊。哎，自己你安哪塔啊？我安哪塔喊你，我就没管他呀，啊。这样子你就得不到人家的这个学问啊，必定要很恭敬的请问你这个字怎么念啊、我念的不正确要怎么念啊，那么这样子人家才会答复你。假如你说你怎么念呢、啊、我怎么念，与你何关呢啊，就变成这种情况，那就是骄慢，不肯好好的问啊。我有一次啊，也是没有修养，有人来问我啊，哎，你对这种你的看法怎么样啊？他问我的看法怎么样，他讲说那个道理呢，你对于这个看法怎么样啊？我不客气说，我的看法怎么样与你有什么关系啊？那是我的看法呀，那我的看法怎么样喊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以这句话来答复他，弄得他没有话讲啊、你老是问人家的看法，你不说，我这个我不懂，我请教你。他不是的，你的看法怎么样？跟那个问字，自己的安哪样，道理相同。所以这个骄慢风吹是多闻财。我从前在狮头山当小沙弥的时候读书啊，好辛苦啊，问那些老前辈啊，第一次问他会答复你。如果你忘掉了，第二次问他呀，就要挨一顿骂，骂过之后才跟你说。假如你再忘掉了，问第三次啊，他不理你了，甚至一巴掌，啊，给你5块钱。
这些我都经验过了，可是我为了要求学呀、啊、再苦也得忍受。甚至你说，哎，你到山下去替我挑一担东西上来，我才教你，我也乖乖的到山下去挑，否则哪有今天呢？我也没读书，所以不能有骄慢风，骄慢风必定要吹是多文才，舍不是，执着风，贪着风不肯布施的那个执着风，就吹是舍财，本来你应当想要发心修布施，修点功德吧，可是你觉得很可惜啊，我现在有10000块，如果布施100块，就剩下9900了，就不满10000了，那我舍不得布施，结果呀，这个执着起着的风啊，吹是你布施的舍财。第六，愚痴风啊，吹是你的智慧财。愚痴不是说白痴，哎，是说邪知邪见，主观太重啊，因为我就对你的都不对啊，以这种观念来求人家的学问，人家不会教你，那你要求的智慧得不到，所以愚痴风吹是智慧财。无耻风吹是惭愧财。如果做一个人呢、啊、没有廉耻啊，这个人就没有惭愧，没有惭愧就没有惭愧的功德法财，所以没有廉耻之风吹是你的惭愧之财。这就是要修出世间的三圣圣果呀，必定要具备这个七圣财：信、敬、戒、闻、舍、慧，智慧的慧，惭愧，惭愧后为一个，那么这个七圣财必定你要恳求努力进修才能得到啊，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不下功夫哪里得来啊。所以这个七圣财，如果你有一种反方向的风一吹，七圣财就流失了啊，所以好好的保持这个七圣财，不要被这个七种的怪风所吹啊，那就飘堕于罗刹鬼国，到了这个见爱鬼国里面去啊，而造恶业堕落三间。佛修行功夫到了这个八风吹不动的境界啊，他才能够啊在这个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广度众生所以宋朝的苏东坡他做了一首句颂，赞叹佛呀，八风吹不动啊，吸收天中天，毫光照大天，八风吹不动啊，端坐紫金莲。哎，他觉得这个对，这个诗这个句子很好啊，他做好了，马上派过使者写好了，又叫人送过江去到金山寺给这个佛印参师啊，我表示赞叹他，我赞佛八风吹不动，你也是一样吧啊。那这个佛印禅师，你也是八风吹不动吧？他叫使者把这个句颂送到过江去，因为这个从他住的地方要过一个长江，然后到对面的这个金山寺啊。这个使者把这个句颂送到金山寺交给这个佛印禅师。佛印禅师一看啊，后边批4个字，什么字啊？不得好听，放屁。连批两个放屁放屁，叫使者拿回去，你拿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一看气死了，我赞叹他，他还说我放屁，那还得了啊！这个苏东坡一气之下，马上过江，到了佛印禅师那边去。那么当佛印禅师当面就说他，哎，你这个禅师没道理呀、啊！我赞叹你，你怎么说我放屁呀、啊？佛印禅师说，嘿嘿，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我一个屁就打过江了。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那么这个这是苏东坡被这个佛印禅师的一个屁打过江，很粗啊，不好听啊、哦。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呀、啊，在佛法里面哈、哦。尤其在这个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唯一门，它这个叫做下风。下风，我有一次很有意思的，有一个青年出家的哈，他拿着这个沙弥律仪来问我，他这个下风是什么东西呀、啊？
不是你不懂吗？那我告诉你，可是这个很粗的话哟，你听得进去吗？哎，没有，没关系的，法师啊，你跟我说什么叫做下风啊？我说老师告诉你，放屁，放屁叫做下风，他就看不懂。现代人读书啊，这些古代的那些名词啊，都不懂了。什么叫做下风？下风他不懂了。我下风嘛，下风就是放屁嘛，下面的风嘛，不是上面的风啊。你不懂啊？不懂，我告诉你，这个下风就是放屁，就是佛音产生的这个放屁哦。把风吹不动，什么把风啊？力、衰、毁、欲、嗔、机、苦、乐。八个字啊，是个好的，是个坏的。利益啊，得到利益当然很欢喜啊，哦，欢喜风一吹你动了。衰，碰到衰相啊，忧愁啊，种种不如意啊，衰，那你的心忧愁了，动了。毁，人家毁谤你啊，破坏你啊，说你如何如何啊，那你的心又动了。欲，赞叹啊，哦，你假话告我跟着假货啊，我高兴的饭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啊，为什么被这个赞叹风一吹，这欲就赞叹啊？称是称扬啊，称扬啊，欲是当面赞叹，称扬是后边赞叹啊，后边说你的好话赞叹你，哎，你听到也高兴啊，哎，不得了啊，到处人都说我很会讲经啊，那我就飘飘然呐、啊，这就是称，讥笑啊，你嘎嘎咬的，你敢盖咬杠的，讥风讥笑。你干嘛会做嘞？那就是反面的这个讥讽法。你看你安的真高哦。这个讥讽法，讥笑人家啊，或者挂人家。苦不用说啦，遭到苦难。乐快乐。力衰苦毁誉嗔机苦乐这个八风啊，众生被他一吹动了啊。所以这是简单的月观诗，里面还有没有说到？没有说到，我们留着下次讲了啊，今天讲到这里为止。